报比利时国脚登贝莱明年加盟国安。日前，英国《太阳报》爆料，热刺中场比利时国脚登贝莱将于明年1月离开英超，并加盟北京国安。不过之后，足球报记者刘翔宇就进行了辟谣。刘翔宇在微博写道：“国安现在正全力备战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，引援工作并未开始。俱乐部施密特现在都一门心思想着接下来的比赛。”面上所有关于引援的消息都是谎信，大家都散了吧。不过说起来，这太阳报的谣言早不传晚不传，偏偏现在出来，感觉是熟悉的套路啊。关键比赛之前，外媒传谣中国转载涉及关键位置球员，有意思吗？咱好好踢球行吗？